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3月24号、25号、26号，也就是周末和下礼拜一的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狮子座的朋友，这个周末呢看场电影心情非常的愉快，而且呢周末有口福。双鱼座的朋友，这个周末感情复合，好事成双，特别适合约会啊。那么处女座的朋友，这个周末呢适合联谊，而且你的偏财运非常好，买张彩券可以试试神器。两名星座在这个周末请你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射手座的朋友家庭失和，心力憔悴，双子座的朋友呢是外出旅行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各星座在这个周末的幸运数字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2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5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白色数字1。